阅兵活动，分点式，按阅兵式、分点式两个步骤进行，时长约80分钟。分点式，一车案，空中护旗梯队、徒步方队、装备方队，空中梯队的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。这次阅兵，编59个方梯队和联合军乐团，总规模约1.5万人，各型飞机160余架，装备580台套，是近期的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